可是我觉得你更难得是因为其实你在台湾的薪水跟日本薪水差很多，但是你还是愿意做这些事嘛。对，就结合一些现代的方式嘛，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辛苦，可以联合大家的力量这样子。对，所以 也会有很多合作单位啊。对，就像刚主持人讲了嘛，那个园林的好朋友嘛，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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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帮他打广告。是是，你们新出一个蜂蜜什么果酱？对，然后他的百香果酱超好喝。